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伙归三宝。下礼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下礼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下礼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20页，520页，都算第五行，都算第五行。一、二、三、念，念者安念也。对这地看起啊。这是文明的念啊，极乐世界真正是殊胜到极处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，无论是多一个品位啊，三辈九品，对上上品到下下品，无例外。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都会得到一个一粒三念。念就是定啊，念有同意，有认可，有肯定，有真多意思在这里底。对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无丝毫怀疑，这叫做念。真正相信，这真困难啊，特别是净土，但信易修啊，修学真容易，不过信心太难了。真正有真正做会当公事啊，千千万万的人。也有是世人，也是不相信啊，也是怀疑啊。这个怀疑障碍你往生啊。所以60多年前，我跟李老师学佛。那个时阵，李老师跟我讲，伊讲你看咱这莲社，台中莲社，伊老大人创办的。我伫个时阵，连有20多万人，
佛教团体论信徒这么多，大家大中联社是第一啦。啊，这是李老师会得教啊。我离开大中，我伫大中对李老师学十年。离开大中的时阵，大中年幼是500,000人。啊，十年当中增长到500,000咯。老师讲啊，一万个啊念佛人当中，难得有啊三五个啊往生诶。啊，换一句话讲，大中连下连友，真正会当往生，一万个当中是万分之五啊，万分之三，这就是难信咯。为什么未当往生？老师逐天讲经，逐天咧学习，甚至讲有真侪人嘛发心要出来讲经。啊，最后啊，往生无分，可见真难啊，真难信啊。大多数人拢相信家己的梦想，分别执着啊，伊也相信这个，唔相信佛所讲的，这个阿摩尼佛讲的，伊唔相信啊。李老师的教导嘛，拢存疑，未当完全接受。啊，造成最后啊，未当往生，继续就去轮回，这个结果啊，这个损失太大了。念呢是安念，一、二、三念，这句经文。因为一本的内面都、就是空间开一本流通上快，唯一内面讲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念，这也是原文。法念呢？什么叫法念？法为所证之理，心安无法为念。只有这个理呢，未怀疑了，完全肯定成念。法法是啊，所证之理啊。法是指什么呢？一切万法，法啊有思有理，思也是思想。世间法出世间法，啊，一切法拢啊包括真咯。啊，这一切法到底是什么款的代志呢？佛法啊，那是问的，就是法的啊，真相，真相就是理啊。啊，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？因公经上讲啊，真清楚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呐。这是佛的金刚经上一首偈啊。什么叫有为法呢？有生无灭，
诸位想看卖，一切法内底多一法啦、啊，无生灭呢？一般人找到的只有一个虚空，虚空无生灭，除虚空以外，拢有生灭啦。这有正确无？无正确啊！为什么虚空嘛有生灭呢？只是时间真长，你的寿命短，你无看到啊！可见呢，因为一法无一法是无生灭的啊。佛说法，一切法，这是弥勒菩萨就如卡苏地论，把一切法归纳为660法。天亲菩萨认为讲660法也伤多，普通人真困难啊，不容易接受，各加660法。为了做一百法，叫做别法，别法明文论，天亲菩萨做的，根据儒家师地论做的，啊，660归纳为一百法，这个一百法背后有六种。违法，这六种违法里面就虚空咯。实际上六种违法呢，只有最后的一种是真正的违法，真如无为啊。头前迄五种啊，都是相思的。无依法相思的凡夫看不出来，菩萨才看得出来。那凡夫俩做功是不生不灭的，菩萨知影讲也是有生灭。譬如讲是报土，是报土里面确实。无生灭的现象，人啊无良寿，花草树木无良寿，无看到生灭，八地以上的菩萨怎样？伊也是有生灭，到什么时阵无生灭？三大阿僧祇劫，为什么？是报土是无死无明习气就成的，无死无明的习气。在偌久的时间才会断去呢？三个阿僧祇劫，换一句话讲，三个阿僧祇劫到了，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嘛断了，是报土都无去了。这物件出现，相即光出现了，这个时阵伊用的相即光了，是报土无了。会当现是不妥未？会啊！慧能大师讲的一点无错，不计诸生，人生万法，这个万法来对包括是不庄严土，嘛是诸生变的。有缘啊，伊就会现象；无缘，伊就无相。
啊，真正是无为啊！啊，这个所成之理，一切万事万物的理是一个啊。佛学名词真多啊，咱常常咧用的叫做实相，实相就是真实相啊。一切法的真实相，真实相啊是不可得的。那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真相，你也当了解啊。所以修行，把见思烦恼放下了，为什么不可得嘛？知影讲这一切现象拢是假，无将是真的，包括家己身体，这个。新建啦、啊，我五种建设破去咯。第一个新建，怎样讲新是假？新是刹那生灭的，一切万法拢总是刹那生灭。啊，咱的这个玉石。或者公司啊，不识，所以当研究的境界，拢嘛唔是真实的，拢总是啊生灭的。这袂当唔知影，为什么唔知影你啊？永远拢会得袂，你若做真正有，真正会安怎？你就会自觉啊。啊！你若知影是假，你才会放下。放下呢？放下未做业咯。啊，人未做六道轮回的业，就脱离六道轮回咯。啊，轮回的业是什么？念有啊，念着啊。拢是着相，你也是受外面境界的感染吗？你该放在心内，错了，这也不是真的啊！啊，所以五种见识，你看错了，完全看错了。第一个身体。身体不是我，是什么？我所有的啊，就衫，衫是我所有，我不承认衫是我。同款这道理，身体是我所有，不是我。为什么我是啊不生啊不灭的？身体有生灭啊，我是啊不生不灭的啊。这个、身体死了，无定我死了，我无死啊。这道理要知影。中国民间叫灵魂，西藏嘛是叫灵魂。人身体死了。灵魂要低，灵魂要有变化，所以灵魂嘛不是真的。那真的我是什么呢？真正的我，灵性是啊，真我，灵性是啊，不生不灭的。真正灵啊，灵魂为灵啊。灵魂没去颠倒啊！伊那是会灵，伊那会去六道去投胎呢？伊袂啊！尤其是六道内底三恶道啊，你绝对袂去啊！
哎，未去颠倒才会起啊，所以魂应该叫未魂。伊未未啊，领导好了，灵感结当啊做主啊，所以叫做灵性。灵性啊，家己会当做主，这性明心见性啊，这是真正我。然后树德享乐五净，那灵是有树德，常不生不灭，乐啊永远无苦，地究竟苦，地究竟乐啊。我是做主宰啊，家己会当啊做主的啊。啊，咱的身体家己袂当做主，咱的念头嘛袂当做主啊。念头是妄心，唔是真心。所以啊，家己会当做主，要有一粒精清净。你看慧能大师。还有我时阵伊讲咯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无念有诶啊，这真恶啊！也恶佛，恶佛的目的伫倒位呢？啊，为什么恶佛呢？恶佛就是要甲真恶扯转来，甲己恶放下，这真恶佛啦！啊，由此知影，有福人真多，真有福的人无多。为什么？伊阿个是啊，执着真我，甲假我当作真我，这唔是咧有福啦。啊，唔是咧有福是虾米咧？你老师有一句话咧讲，叫做啊消遣啦，无代志做。提佛法啦来消遣，这李老师讲的，呀，消遣佛法固然是有故事，嘛好处。为什么？阿赖耶来对落了佛的经济咯，这是一个好经济，这个经济将来帮助你修行正果。啊，所以佛是门中，真正是太伟大了，太稀有了，令令一切众生得到无比殊胜的利益。啊，是不是讲你佛谤佛？那你谤佛当然是有罪了，对落地三恶道。要么过迄个佛啊。你放开的婚礼啊，那是真的啊，不是假。啊，你的罪业不完啊，然后这个婚礼也现前了，也帮助你做姻缘，你有缘分接触到佛法，有缘分信佛。加以经义啊，以教修行，将来正果。这些代志，咱拢爱知影，拢爱创清楚，拢爱创明白。啊，所以皈依本内面这三个讲法，第三个法印，法印。法师啊，做情之理，心安如法，这就叫念。也特别是咱念佛人，念佛人的心爱安如阿弥陀佛，无害嫌老和尚。这个老和尚
现在咱知影咯，阿弥陀佛再来，阿弥陀佛化身来，甲咱表法啦，甲咱做一个好朋友。二十岁，师父教伊即句佛号，交代伊啊，一直念落去，伊听话。老实认真去做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112岁往生，这句佛号念了92年，这个念心安法，伊啊成就了。啊！咱伫视频的顶面有看到，李英书记内面有读到，这个老人确实是为咱标这个台铁台五明星建性，这什么地位？无生法印。下面大乘二章第九观讲，慧心安法，名之为念。这是智慧，无智慧你就会怀疑，有智慧会生念咯。为何外境啊来动摇，主上顶面句的这个例，法印诸家之说不一，有深浅之别。下面句的跟咱讲，比如《楞严经》讲五念，这五种念呢，拢是菩萨。第一个叫做福念，福就是咱咧讲的福烦恼，咱就依歇，或者依歇福住咯。我相信，不过疑根无断，只是佛珠念念，你能经讲哦？地前庄严菩萨但令佛念。啊，未歹咯！这种人真多啊，无定地以前，定地都是大铁大鹅，这就是无明心见性，无大铁大鹅以前，伊的功夫才会当到福福珠。以咱来看咧，是真不容易咯，未歹咯。福念，第二个信念，你头前的意思也够较深咯。啊，信是什么呢？初地、二地、啊、三地，地。无老信，称为信念。无老信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，断去了。
啊，阿罗汉都登去了。这是苏歇，贪七千万亿，四个罗汉那就登了。伊个神呢，叫做无老神，对佛法无老神，对净土伊也阁是有疑惑。诸位爱看清楚咯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那初地菩萨都明心见性咯。但是，虽然不无明，无明的习气也过真重。所以古在提升呢，第三顺念，那顺念都是四地、五地、六地，来相信佛说的来生法。啊，也顺佛做教诲，修菩提道，这样哪讲超越六道轮回啊？也超越什么界？初地啊，都超越什么界了？这是啊，是五六地啊。啊，咱这部经典里明明讲到法印吗？法印就是无性法印。那无性法印是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真正明了一切法无性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不生啊，所以叫做无生念。安怎不生？生灭几乎是同时。你讲伊生，伊就灭了；你讲伊灭，伊个生咯。那这就是现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，一切法是在念头、古频率、普通下面产生的幻想，根本都无存在啊！啊，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讲的，你看了这真相。比如若观呢，咱们用佛经上所讲的，弥勒菩萨讲的，一旦是三十二亿八千年，这一旦是啊，一秒钟会当断几拜。有人甲我讲，一段七拜，三十二个八千年，一千是十万，三十二个生十万，定有三百二十条啊！这一单只有偌侪拜的。这个生灭呢，三百二十条啊！如果一秒钟断七拜，那都是两千两百四十条分之一秒啊！这个生灭是两千两百
四十兆分之一秒啊！伊是生也是灭的。这地菩萨看到了，八地菩萨看得更加清楚了。啊，伊看清楚什么？了化无性啊！连念头都无啊，念头的速度就更加紧了。啊，所以这是无生法念。最后一个呢是灭念，这边是十地、灵感、妙感。那这五个念呢，拢是咧讲诸法实相的。啊，到第四无生法念是灭念，完全啦、啊。彻底明了了，相非相啊，不可得啊，念非念嘛不可得。那是现象呀，就是念头。所以佛经上常讲。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就是讲这道理啊。那那咱个看下面，具备高低。诸念不生，这叫无生念。真正看到了，明白了，为个意识了，一切法不生啊，一切法不灭，不生哪有灭呢？十地妙觉的菩提故，这叫一灭念。清净即灭了，那现在大家讲的一两斤咯，这个啊，一是指什么呢？无始无明的习气啊。四十一品习气完全断清气了，是不脱嘛无咯，是不脱是啊，是无始无明习气形成的，习气那无是不脱都无啊，那习气不是真呢，所以是不脱，咱个叫一真法界。已经发解是因为伊无生灭，解啊称作一真呐、啊。那实际上，无因习气当清气咯，这个相都无去咯。也伊存在这个时间，就是啊，三阿僧祇劫。那么个称作无量寿啊，三大阿僧祇劫，这时间真长咯，称无量寿，无量的无量。那三大阿僧祇劫满咯，
这现象都无看到了。啊，上集讲现前咯，这叫得到菩提果咯。得到菩提果，就是啊，证到这个上集讲，用力上集讲，上集讲啊，就是真正一家己啊。但是家己本来面目都是自性啊！啊，上是讲这三字，拢嘛是形容自性，上是不生不灭啊，即是不动的，从来无动摇过啊！啊，都、就是自性本定，公是公明辩教。是讲这智慧，无量无边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所以能现万法啦。这个妙觉，古早诸经家。有认为福念、信念、顺念，都是本经当中的三念。这是古代的有这种讲法，甚至讲有认为讲最初的福念是上中下三位，为本经之三念者。该该不负他方菩萨文和名和，应时节的一念、二念乃至无生法念也。这个讲法是无圆满，按怎会当把他方菩萨看轻呢？主要怎样？四十八愿，最后五愿是为他方菩萨啦所发的，不是为一般人啊，为他方菩萨所发的呀。他方菩萨，咱怎会就文明不定生活呢？啊，这经上意思真清楚。但古经文，但根据无量寿的经文，这三念当中，最后是讲到无生法念，那就是包括无生法念咯。是无可疑啊。第三念是无生法念，是真的不是假啊。唯一第三十四愿法，空经开的这本，先我的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，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闻我名利，不得菩萨无生法忍，诸亲终其者不出境界。这是空经开所翻译的《无量寿经》的一本，第三十四愿讲得真清楚啊！现在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众生，这个众生内底包括菩萨，闻啊阿弥陀佛名利。不得啊！菩萨无生法忍，诸亲终时者，阿弥陀的法事不必成佛了，
伊现在身份已经啊十劫咯。在有处知影，四十八关、五行关拢兑现咯。啊，宋叶的这文马屋，宋叶是啊，是最近的文武名家，应是这些初念、理念，乃至无生法念嘛，成就学了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结圆满种子。第三法印，我一定都是无生法印啊！这有证明啊，这不是假设的。有故论著，当然法师无量寿经的注解，这里对有即见彼佛。毕竟净心菩萨这只初地到七地，毕竟得证明定发心，如果明定发心者，八地以上发性心心菩萨呀、啊、这个讲得太清楚了。从生到死叫做世界，人心是发性心，不是啊，发相，发相是阿赖耶的相分啊。啊，咱这世界所谓一切物质现象，拢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见分，自然现象是阿赖耶的主境分。心显色变呐、啊，啊，心就是发性，真心，真心所生的就是真相啊。但是通过阿赖耶，就变作假相。啊，阿赖耶改以真法界，变作啊实法界，变作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无十法界，无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六道十法界拢嘛是假，阿赖耶变的。啊，这个咱有佛啦，未当我唔知影，知影有啥物好处呢？断疑生信啦。啊，但是呢，知影人无罪啊。也不知道真相的人太多了，下面啊，我何来对？又说，平等发心者，那地以上发性生心菩萨呀，这注解清楚了。下面又讲，闻阿弥陀如来。自得名号，毕竟得平等口业，该是闻号名号得证无生法印之明证。那、啊、明明白白的证据啊，说明三印都是大乘。那、啊、确确实实，这个法印。是咧讲这个无生法印，下面咱过来看无生法印，了闻无生印。因地安住无生无灭之实相，离体离不动，
为之啊，无性法忍。啊，都、就是讲你啊，真正肯定了。眼前若君所接触的这个境界，不生不灭了。你无丝毫疑惑，这个正着无生法忍了。地陀论五十观，但地陀论已经是一百观，第五十观来对讲了，无生法忍者，无无生灭的诸法实相中，信修通达，无碍不退啊，是名无生忍。啊，这个啊，地陀论这个地陀论五十，下面地陀论七十三，嘛有啊，讲个更加详细，无性忍者，乃至弥世法不可得。弥世法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，量子力学家所讲的，弥量子，大乘经教内面所讲的叫做极弥世，嘛叫做极弥之弥。嘛叫做林虚顶，啊，伊甲虚空做邻居啊，就是伊袂当过分咯，过分就是啊虚空。那今仔日量子力学家都是啊对遮来发现的，应该物质现象分析，分析到最后无咯，甲佛经讲的完全相应。物质现象无去咯，无去看到什么？看到是念头普通的啊现象，而且恍然大悟。物质现象是对念头和频率震动之下产生的幻想啊，而且不是真的。这是无条的无比啊，啊种现象，我家嘛是咧找这个，找这个物件，物质啊是什么？找到了，两头是什么？现在无找到，两头是精神现象、心理现象。物质呢是物理现象，因那里科学家甲人讲，科学啊，这个离婚法造成了几百年的困惑，为什么分错了？心甲物现在知影讲是因，唔是离啊。该分这两个是错了，所以科学上有真正侪问题创未通，就是讲错在即地。现在明白了，心甲物是体，佛经上讲啊清楚，一切法从心相生啊。你甲看，念头啊都是啊心相啦。啊，所有物质现象都是最心相生的，这问题解决了。现在第二个问题，心相对对来，为什么有心相？
比头前难咯。啊，科学家也奇怪咯，古早时阵无这个科学仪器啊，小看木牛哪会知影？哪会讲啊这清楚呢？讲啊这明白啊？啊，因想拢无啊，咱知影。因为啊，佛讲的，咱相信佛讲的，佛是对禅定当中看到的。对禅定当中看到的，得到大定，得到神通，开智慧了。啊，科学家不是用禅定方法，是用数学推算，用仪器观察。你虽然看到，也无神通，也无智慧，就无共款啊，所以佛唔免照着这个科学工具啊，唔免啦。禅定、得定，一切拢嘛通达咯。为什么呢？自性稳定啊，所以心一定要清净，一定要定。定就会生智慧，心动，特别是现在人心浮气躁，这款的心只会生烦恼，未生智慧啊！亏得吃大咯。我搞团的中国，把这种的修学的这个理念传到中国来，中国儒接受了，中国道马接受了，拢重视清净平等啊！这心地清净平等，拢看重一个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！未生烦恼，啊！智慧现前，人都未造业。人为什么造业呢？你许颠倒所造的这个业啊，伊未迷，伊未颠倒，伊就未造业。佛法高明，所以今天咱会当讲《大乘经》内底个讲什么？啊，咱个社会大众介绍，普世教育啊，都是普遍，是世界对普遍世界社会大众来讲，佛讲的无深。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哦，大家伫这世界上啊，生活个安定和谐呀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共存共赢，啊，这是普世教育啊，向上积德呢，当啊，讲是究竟。学究竟可学，甲科学、铁学讲完不完咯？过去就无咯。真正是登峰造极，
六十年前，广东米先生甲佛法甲我讲大乘的经典是啊，佛教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现在我知影咯，用哲学家甲咱讲，那讲是固定哲学，也个是固定科学。啊，讲速度，念力的速度不可思议，两头一叮当就周边发界啊！那所以变化界、虚空界和家己，其实是一体啊。那一体都未当分咯，那所以梦想分别啦、啊、执着啦，这就错咯，大错特错咯。啊，这些拢是意识来对物件，梦想啊是阿赖耶。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闻啦，啊，转八些生死地呢，这叫做大乘啊。免他转，得定也就转了，定中自然转了。那哪过来看下面这段？由《地图论》七十三所讲，无性念者，乃至弥色法不可得，何况大？弥色法什么呢？都是啊，量子，以量子，佛法里头讲名词叫极弥色，就是。弥色法不可得了，外呢，拢嘛是这个弥色法合成的啊。金刚经常讲一合相，诶，伊就是啊弥色法。一合相，一合相是假啊，不可得，是名无性，得出无性法。做不起诸业行，是明的无生法印。你真正得到啊，这无生法咯，你不起啊，不做诸业是善业啊，加恶业、正业、劣业，拢总未起来。你也未做，你也未起啊。未生起这念头，这个无生法印嘛，得到啊无生法印，由大乘义中第十二来对讲咯，你即不起，听话无生啊，你就是真理啊。真理真模糊，不用体会，都是真相。经顶面讲的诸法实相，实相什么呢？实相都是无生，
急呢是不动，慧能大师开我第四句话，何其诸生无动摇，迄就急啊，无动，无摇晃过，这什么诸生本定？大家都是真心，真心是什么款呢？真心啊，都是啊，不动的。啊，所以自性本定，啊，咱那想讲要得到自性的这灵逃出来，安怎才逃出来？不懂就逃出来了，这个懂啊，伊都没了。不懂，伊就是假，本假。啊，那修到不懂啊，就是本假了。主假就是伊本假，起作用。啊，本假起作用，本假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能啊。那有低也有零，人生万法啦，我就对这位来，我就是安尼先来啊，不是大菩萨，大菩萨讲未通啊。啊，大菩萨现象代表什么呢？没遐到，所以连咯，这是大菩萨。大菩萨就定发脾气啊，人为什么发脾气呢？没遐了就发脾气啊，明白了一窍了之啊。所以来了解事实真相，如何该发心菩萨无别行，都是明了无丢的这个真相啊。真假不可得，假呀也不可得啦、啊。那俩最真的当地，真的连相都拢无啊，无物质现象，无精神现象，无自然现象，三种现象拢嘛不可得啊。这真相啊，啊，克里这个境界得到大自在。啊，所以呢，会按处理啊，真实智慧，这是道理，完全明了了。照见观世音菩萨，你看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我们皆空。我们好啊，我们包括了。如莲贤兄，我闻来对有色法，有心法，今受相行识，拢明白咯，拢是假啊！啊，照见我闻皆空啊！我闻来对有物质啊，有精神。有自然现象，
第八色就是自然现象，下面有楞严经中水说，念落啊真了不起啊，收集这么多经论，伊会找到这句啊，真正是不容易啊。中水所内底讲了，了法无生，因可决定明无生念，了是明了啊。法是一切万法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是什么呢？无生啊。因可呢？因啊，都是决定，像你当因啊，成人咯。因可，因可什么一切法啊不生，真正是决定咯，无怀疑。这个无生念。啊，菩萨什么地位？七地以上啊，七地下品无生念，八地中品无生念，七八九啊，九地上品无生念。啊，十地是集灭念，下品呢？中品呢是顶觉，上品呢是妙觉。莲王经顶面是安尼先讲的，啊，大乘义章第十二卷讲，如龙树菩萨讲的。初地以上也得无生啊，这是一般的讲法了。初地菩萨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咯，都得到无生念咯。啊，六义。玲珑，玲珑经顶面讲的，一物地经，无生在七八九地，都加讲的，实际是下品啊，八地就是中品，九地是上品。哎呀，分作三品，宋一月门五明号，正无生念，成就一切平等善根，诸无功用，离家行果，不救灵界。好了，堕落三藐三菩提，下面蒙西大师解释：既闻无功用，地经第八地，果地本经之第三念，着重在第三无生法念。就是你们经常说的无生法念，故蒙西师的意思应该就是八地菩萨和尚说的八地以上的境界啊，动佛啊，八地以上就
有条万法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绝对也袂放在心内。这也不对呀！啊，这段念落引情的，拢是证明本经内底三念，无生法念第三念，真正就是无生法念。那用这做标准呢？就亲像《楞严经》顶面所讲，《楞严经》伊所讲的啊，我里面比为广呐。唔是一般大乘，啊，这是真正的，是高大乘。下面，王舍大师讲，问一问名利啊。记得无生，这问啊真好。咱啊只听到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力量是安怎会当去得着无生呢？无生法力八地菩萨，一下都甲八地啊平等咯。怎会相信呢？啊，这嘛就是正宗啊，啊，轻微啊，难行之法。啊，咱大家听佛的名号，咱敢有证到无生呢？无啦，无啊，无生就伫面前，无离开咱。咱就想，咱呐，认为讲有生有灭啦、啊。啥人知影讲伊不生不灭呢？啊，有一个好办法会当帮助咱。每天看电视，电视顶面的画面不生不灭了。伊个频率才一秒钟一百次啊！现在电视、彩色电视，一秒钟一百次的生灭，都把咱骗去咯。那你就真正有，啊，电视是一秒钟一百次，咱现实环境一秒钟偌济次？会记得2240条呢？啊，电视咧骗呢，咱也刚看穿。啊，这2240条啊，是无法看穿的啊。认为讲伊是真的，一点啊拢未假啊，其实啊拢嘛是假，无将是真的啊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甲咱讲一句真话，这真话什么呢？好花念佛。生活是真的，其他什么拢嘛是假。这句话是真话啊，但事实真相公婆咯。
啊，咱袂当凊彩甲看咯。啊，伊讲出即句话，伊是真正真对咯。啊，真正真对咧，根据即个经文咧，啊，现和尚八地菩萨啦。为什么伊真正证到无生咯？伊走遐自在，不生不灭啦。这个、世界缘分真咯啊！也过去他方世界去了，该有缘的世界真多啊！一个分身化身去了，啊，梦西这个文大家真好。文明为什么得到无生呢？佛愿力故，都是愿，都是这愿。佛这愿兑现，伊若无兑现，伊未成佛，伊兑现咯。阿弥陀佛，这个愿力的加持，你听到佛号，就会得到无生念。我习诸论文，也去无数劫，无佛和海蝶，因现在十方各地行正觉，该将彼法愿文明定作佛。习诸论来对，有这段文，过去无所劫，有这尊佛，佛号海蝶，海蝶如来，今现在十方，今现在现身。第十方，各地行正觉，啊，伊化身拢嘛示现，不上成道，像释迦牟尼佛同款，菩提树下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该将彼啊法愿文明定作佛。比海蝶如来，然后就在下面讲，相知论证啊，妙现他力，不管加披，素闻名家正无生念，定当作佛。下面讲，这文不是单文，一定起行啊！这句话非常重要。这文啊，不是单文，单文。无更心内，未当起行。请问呢？有心
有意识，放在心内。意念文复明好了，一定行啊，行。最简单、最方便的，都是念佛啦。那闻了后，轻念、真念，啊，海贤老和尚给咱标化，一听师父教诲，师父教伊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甲伊讲一直念落去，伊就念了92年啦。必定去行啊！伊个幸福都是即四字。下面引用《弥勒盘经》说。对啊，20观，跟咱说明，要问相助理助，性性不对假，相助是佛门和家务。啊，是伊道场叫上主，中国的佛门的言语叫做剃帕的上主流水精，上主是指道场啊，道场未叮当的，永远存在伫迄地，诸位人的流动。如果你若听到这两字，你心就定了，就在这道场如如不动，必定成就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言语所讲的，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。住在这道场呢，心是定的，常常换所在，心是浮动的。啊，古早时阵，你去寺庙去挂单，常伫客书接待你，就问你讲你对倒位来，你伫那边住偌久？然后大时间真短，你伫个上主挂单，时间嘛未互你真长。如果伫一个所在住上3年以上，大概拢会欢迎你啊，欢迎你来中主。为什么你心定呢？这容易真亲吗？无论从什么代志，拢爱一心专念，拢会成功。定定咧换，换对目，都袂成就。这袂当唔知影。啊，我今仔日特别提出来是。南洋来佛寺的三圣，因为你都为人的心定，人一生都定在一位，都定在一门，一句佛号
严高对，袂我弯，袂弯对吧？大家也拢成就了，唔是一个人。海贤老一想，好十年年啊！因老母对细汉都加数念佛，八十六岁往生。伊的师弟海庆老和尚，七十一年，伊十一岁出家，八十二岁走的。只过佛号念了七十一年，大家拢嘛是。了不起的成就啊！有佛求净土，希望这一生会离救净苦，救净苦是六道轮回啊！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得到究竟乐。免他修。哦，来合适的这三个人就好了，决定成就啊，绝对不是骗你的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我靠！这部无量寿经，念作老居士集注，这部都够了。这注解内容太丰富了，内面用八十三种的经论，一百一十种祖师大德的著述。在行小行，从门教下，言教密教，全部拢包括在其中。啊，所以这本都够了。那过去看其他的经本，啊，做修呢，就是。来佛寺三圣的这个啊，影书集，较接去看，是咱的好朋友啊。啊，那是讲要选一项物件来助修，我介绍诸位，念作老居士。净修捷要不闻谈，这本书经过偌侪年的经历，现在定本出来了。啊，这里面帮助你断疑生信，坚固你往生的道心，就是愿心了。啊，这部物件，文理不是老技术写的，伊足侪下咯，伊就亲像讲故事开讲，这款的方式非常轻松，非常自在。噶，这个三十礼拜。员工所写的内容，详细来说明，这内底嘛有包含着原本的法轮，
那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三宗，有教下。那教下里面包括华严、法华、唯识、三论，有限有密，太丰富了。什么疑难杂症，在这里对都可以得到答案啊。啊，把它当作佛学常识来看，它的作用会帮助你破除疑惑，啊，或者理论上、修行上该行径拢如，哦，你啊，伫个性该行径顶面，未够疑惑啦。难得咧，这部书真好，是老人一生啊，学佛最后的学佛心得报告，未当啊，无看，爱较接看。啊，咱即代因为有主，要有功德，功德就是也有圣主。啊，咱来看《涅槃经》所二十，内面讲：若闻上主离诸，生生不得食；闻有道种。有灵亲灵心思维如刷行家这星星不对。啊，这注解讲得真好。听到了后也当心思维。啊，道理创清楚创明白如刷修行星星不对。意思就是讲文化能亲思维明如刷修行树林的行行不对之业，可见这文字啊一组以兼信修，那是已经有你，你已经有你这个耳孔听到，这个耳孔出去无路用啊！听了后咧，安怎相信啦？那相信都爱接受啊，接受啊，都是以教奉行。下面结归金愿。啊，这关的内底，一二三念，是这本经菩提道场第十五品当中的三种念。啊，这三种念的讲什么？讲音响念、流顺念、无生法念。啊，菩提道场第十五品内底。有讲这三种念，啊，无量寿经啊，超过内底有解释。第一个音响念，有音响，你我该尽力者，这就是念经文化来开悟的。听经闻法的人罪啊，哎，我人无罪，为什么呢？佛菩萨所讲的经论，拢嘛是对诸生来对流露出来，
那造成什么呢？应大师讲啊，真好啊！诸性是清净的，是不生不灭的。是本自具足，是本无动摇，人生万法。空经说法的这来对，你按怎这会当跟伊相应？哎呀，真行！哎呀，清净，爱恭敬啊！啊，所以做啊，定定教人一份圣经，得到一份利益，真行恭敬，十分恭敬，得到十分利益。百分恭敬得到百分利益，万分恭敬得到万分利益。你有几分的真诚心，有几分的恭敬心，这难咯、哦。尤其是现在的人，真菩提说，真诚也无咯。恭敬当然就无咯，恭敬是真诚的相啊，相貌。行无中立，行无归。啊，我天天咧看同学，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工作待人接物拢用真心，绝对袂去欺骗一切众生，想得好处家己得啦，真的也毋是假啊！啊，为什么骗人呢？为什么欺负人呢？不应该啊！啊，用真诚心就是真诚对待家己。一切众生跟咱是一体啊！应大师讲啊，真好，好去诸生，人生万法啦，万法啦，跟我家己也是一体。骗人就是咧骗家己，欺负人就是咧欺负家己，自欺呀！啊，所以啊，咱咧学道啊，最大的障碍唔是伫外口，是伫内底，完全是错误用了心嘛。啊，这是啊，有我解开我咯。啊，第念，第二个留顺念，慧心。流乱，能随顺真理，真理现万法。所以啊，佛教咱随喜随顺，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那就好了。心爱流乱。唔通刚强，刚强决定会做罪业。那我早年有讲出来，菩提心十二，真诚清净平等啊。正觉慈悲，念念就袂当下呀。起心动念，用这来对照一下，相有相应无？啊，行动内面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，
哇！三年我伫美国各地讲经，用这藏人，用这自修，也安怎修叫做真修行？对这位修对起心动念，对言语造作。啊，灰心流乱，应随顺真理。三无生法忍，定无生之实性。实就是实相，性就是自性。离离诸相者，是我道之至极也。啊，只有真正明了无生的实性。现在咱虽然无证到，咱也比一般人有福报啊。为什么古早时阵人无听到科学家的报告？对佛经上所讲的万法皆空。你这话啦，不生不灭，这个真恶啊！接受啊！现在咱当接受，为什么科学啊，甲咱证明咯？啊，量子力学家未欺骗人，科学确实是观察到，看清楚了。凡所以上，皆是浮梦。啊，这是上对倒个生，对念头生个。啊，这个佛经上这个句啊真多，上有心生，色有心生，一切法从心上生。佛上讲，常常提醒咱，是真个也毋是假啊。所以今天有人在说这个世间的社会的动乱，地球上的这个灾难啊，真多。但是对未来，对念头来啊，上于心性啊，念头好就会变成极乐世界。念头若唔好，就会变成三途地狱啊！这真话啊，这是正理啊！要按怎来帮助这个灾难化解灾难啊？念佛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佛是最好的念头啊！啊，咱心量爱大，我念这句佛号。回向给地球，回向给地球上所有众生，也不能回向给家己，家己也是地球上的众生的一员啊，也爱向大的所在去想，更加大的更加好，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。啊！代替因念佛，代替因念佛。哎、啊，愿大家啊，做会众生净土，这偌好呀！这心量就开咯。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啊，一日都未老去。呀、啊，这是。哦，都靠个结出咯，啊，无生法忍，初三忍，当有第十五品中上论智，
这三种念，啊，这第六算，啊，到后面这是第六品，到十五品内面，念了给咱详细说明，啊，希望咱啊这一生当中，啊，的影响的流顺。你无性法念，啊，但往生就无困难咯、哦。往生就有把握，有信心，对啊，这是无佛的真实功德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